今天吃个面包蟹来了，目测一下面包蟹，来给你看来个腿儿，看一下肥不肥。这壳非常硬啊。全是黄，蛮黄的啊！这服务怎么样？来，嗯，哇塞，太香了啊！虽然不带膏，但是这个黄特别香，蘸点那个佐料。蟹腮把它摘掉，哎呦，这叫手无缚鸡之力。哎呀，好了，等一下，哇，里面全都是大肉，蘸点佐料，嗯。